我是陈家用，然后旁边是小乐跟大义。那我们是，你每次自我介绍，对啊，要讲一下啊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前面有我们的 IG 跟粉专可以加。我们下一首歌。这首歌要带来《盲种》。一首来自抖音的歌曲，叫做《盲种》，确实，是很少听到人唱这首，我也很少，我所有的认识的人，只有他会唱这首。